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《冰海历险记》哎。嘿，嗨，嘿，哥哥给你玩个新花样。哥哥好厉害，我也。给，嘿，红的，哦，够不着，要我来，哒哒，拿出来了，哇，哥哥太厉害了，哥哥的脚已经有1.5米了，哇。我什么时候也能长这么长的脚呢？等你长大了，脚也会这么长的。嗯，大卷儿，你先在这里玩，我去换口气。哦，等我回来。要长大了才能有哥哥那么长的脚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嗯，我有办法了，今天就能长大脚了。输的吗？我们俩正找呢，快找到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书名叫什么来着？暖流大数据。哦，对对对，暖流大数据。嗯，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哦，对。哈，找到了。给，那你开始研究吧。我已经开始了，一个月后就有结果了。啊，还要一个月？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。警报！大卷不见了！我找遍了独角鲸的生活区域，可还是没找到它。是小独角鲸蛋卷，它失踪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来。显示任务坐标，在北冰洋海底独角鲸领地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这片区域没有搜索过，准备降落。是。章鱼先生，我们正在找小角鲸蛋卷。啊？你们要找蛋卷儿？他刚刚来过，问我哪有最多的贝壳。我告诉他，穿越那座冰山就能找到了。谢谢你，章鱼先生。小一点，扫描冰洞。这里真复杂，像迷宫一样。
幸好有小雨点提前给我们扫描路线。哎，这就是出口吧？哎，就在那边。那我先走一步了，快点跟上我。快点，你们快点，就在前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雨点，你不是扫描了吗？不对，这里刚才还是通的，应该刚冻住不久。整个北冰洋区域的温度都在迅速降低，新的冰层在不断凝结，整个冰洞的内部结构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。那我们要尽快找到蛋卷。是，小雨点。小雨点找到了另一个出口，快走。就在前面。哦，终于出来了，抓紧寻找蛋卷。是。怎么了？大怪物。别自己吓自己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小雨点掩护我。蛋卷。护卫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原来是这么小的小家伙。你哥哥找你找得很着急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我正要回去给哥哥看我的大脚呢。不过你们得先让我到海面上换口气哦。闪电，别玩了，任务结束了。来了来了。结冰了。糟了，蛋卷是独角鲸，是鲸鱼的一种，鲸鱼呼吸都要到海面去换气。好，我来击碎冰面，风暴力量。风暴在水中悬浮，不能使出全部力量，没办法击碎冰层的。彩虹，能找到附近没有结冰的海域吗？冰层在不断延伸，终端上的海图都没法用了。我也不知道哪儿没结冰啊。那怎么办？蛋卷，蛋卷，你冷静一下。危机的时候更需要冷静下来。彩虹，你再想一想，是不是可以定位到冰层比较薄的区域？有了，我收集过北冰洋海域暖流数据。那这儿是离我们现在位置最近的暖流，但中间隔了一座冰山。蛋卷能坚持到我们绕过冰山吗？不行，我们绕不过去。冰山延伸的面积非常大，我们来不及绕过去。但冰山内部被海水侵蚀出许多冰洞，我们可以从那里穿过去。太好了，马上行动。我游不动了。蛋卷，坚持住，我们一定能出去。哎呀，前面又是死路，回头。蛋卷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糟糕，我们的氧气也不多了，加快速度。又是这样，这条路我们走过，刚刚还是通的呀。彩虹，小雨点能帮我们吗？小雨点只能找到出口，可没有办法带我们到暖流的那一边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该一个人跑出来，让你们也遇到了危险。以前我都能提前感觉到结冰前海水的变化，这次却完全没有感觉到。提前感觉到海水的变化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们看，独角鲸头上的角其实是它们的牙齿，而且这颗牙齿非常的敏感，当海水结冰时，水中盐的浓度就会增加。独角鲸们一旦感觉到哪个方向的海水盐分增加了，它们就会远离那片区域，躲避危险。所以说，蛋卷说的感应失灵，应该是这些贝壳挡住了脚跟海水的接触。蛋卷，你听到了吗？盐分更低的方向就是结冰最少的方向，你只要用脚感应一下，就可以找到暖流了。那边，我们听蛋
卷的。嗯，行动。加速！闪电，送我过去。好，闪电飞速。彩虹能量！大家加快速度！彩虹。补足氧气，送蛋卷回家。蛋卷儿，蛋卷在哪儿啊？蛋卷儿！对不起，哥哥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已经明白了，小的作用比它的大小更重要。我会耐心等它自己长大的。护卫队，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其实脚太大也不完全是好事啊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